拐拐跟小茉莉这两位宅男女神走的同样都是性感路线，现在又演出同一部电影，连出写真书也要来一个大撞期。哎呦，这一撞就撞出战火啦！ Round one， 拐拐现在脸书开出第一枪，公告自己是网络书店预购第一名。小茉莉的出版社也立马开炮，标题就写着打败众女神，登基最强写真天后，硬是把拐拐给踩了下去。Round two， 就在同一天，两人都选在脸书直播写真书的开箱文。不过呢，拐拐一人独撑大局，观看人次只有2.9万，小茉莉则找来哈笑远助威，观看人数超过8万，又把拐拐给打趴了。其实啊，这两位女神的起跑点本来就差很多，小茉莉有一骑天下之的爆红知名度，加上摄影大师黄天元操刀，战力十足。拐拐目前则是无约的状态，而且为了接拍电影转型，还砍掉了所有网拍邀约，在弹尽援绝的状态下还要跟小茉莉比拼，也难怪她要去拜四面佛，希望这个万能的天神啊能够赐予她神奇的力量咯。